动力的，还自动的。 那个那个控制按钮呢，全在那呢，有个继电器。它这呢冬天呢把那个那不是插那个钢材那个部分圈，它这个设备是一样的，和那个一样的。底下这不是有一道线一道线？它是这样画一个弧形。不是，这就是以那个为中心，这就是个半径。对啊。然后画一个圆。对，画一个画个三，画个圆。哎，画一个圆。然后走到哪，这就是一个。中间那个那不是有一条小线小线？对啊。那下面都是一个小棚头。对啊。小棚头。那个冬天呢都摘下来了。那用的时候呢把那小棚头安上以后，那上面这一个大的轴那就是个水管。对啊。哎，是从大。但你这么大个逼的话，你要动的话，你要在这个进入回形土壤上运
他那个走的很慢很慢的。 哦，走很慢。对，好，那一次。他可以调控那个速度，一般的速度很慢很慢。那这个力量很大，因为这么长很重的。对对对。他这儿有个电机，那儿还有个电机，然后这个电机转动的这个和这个龙台走的。哦，对。OK， sure， yeah。 Dave, think this way. Why should the average respond to us? I mean, who are we? We're not travel press. We're not a media. If you are a media company, you have to be registered as a registered media company in China. Oh, and the customer. That you appear on media doesn't mean that you are a media person. We're not necessarily in China as a media company. Registered as a. Hey, it's not about anything. This is a 疫苗基地，疫苗基地还有保健库。 Thank you.
这个是冷库是吧？啊，这是保鲜库。哦。